这个歌给 AD 信放死了。哎呀，干他呀，干他！你怎么跑了呢？给 ADC 给殴死了，哼！兄弟，你来的太慢了，我再来一波。啊，走位！哎呦呦呦呦，痛痛痛！哎呀，好疼！我不行了，我得回家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跟我来啊！放他，放他，放他，放他！你过来呀、啊！哎呦我操！你干嘛呢，兄弟？俺俩先杀这个呀！哼，别跑啊！让我戳一下子，让我 A 到一下，我跟你说你就得死。别急，这波你只要让我踩到，你就得死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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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我这没死，扫 A 了一下，靠！扫 A 了一下，哎，这有点烦啊。最后一下怎么没打出来，没打着他呢？是我记错了吗？这件辅助装是法强啊。哦，我出错了。哎，无所谓了，其实都一样了。那五点法强，五点攻击力又能差多少呢？大招伤害高，好吧。啊，大招伤害高。我来了，逮住！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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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好了，准备开刷了。假装走了，其实这边没走，直接过来了。哒哒哒哒哒！想回塔下，想的挺好。你来，你点一下就死，玩了，推得人吗你？关 BGM。蓝枪跟我来了。挨一个被动先，先把 BGM 开开来啊！来，哒哒哒哒哒！你这蓝枪怎么这野怪是你爹是不是？这怎么开始认亲了呢？这野怪有什么好打的？我就搞不懂。让你给蹲会儿 ADC， 这个费劲呢。骂人了，这也没骂人呢，这野怪是你爹，这有什么好骂人的？这不是这攀亲戚呢吗？这哪是骂人呢？那我说，比如说你爸爸叫马云，我这马云是你爹，有毛病吗？每天的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你给他，我就杀你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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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怎么不跟我被动呢，兄弟啊？我们下路已经起飞了。跟好我，直接闪现踩住，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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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走不了。我扎，不管啊，死不死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这 ADC 我已经不认识他了，啊，死不死跟我们也没啥关系了。这是一心超越，这就不管了啊，这也管不了。这一波可以来。W 踩住 ，A 扎，再 A 扎一下子，插个眼儿，把 BGM 关了。每当我们打架的时候，就殴他两下子，可以有伤害加成。这边假装自己不在，站草丛里边，让他俩上。直接上来踩，扎。你就不能跟我 A 一个人吗？我就想问一下子。哎，我这不全杀了吗？可以。哎，萨米拉这英雄伤害是真高。中路赶他一波，完了，踩错人了，完了，踩小兵了，哎呀，这，靠，摁错了。摁错了。这波没按波浪剑也行吧，给他换了还可以接受啊。换个扫描，没助攻吗？哎呦天哪，我2111战绩就这样式了。可以打，把他俩杀了再回家吧。嗯，把 BGM 开开，勾引一波，闪现了，杀！你干哈呢？不是啊，兄弟啊，我是没杀过你呀！我一看，你真以为我这辅助就好欺负？我不殴殴你吗？走呗，你别走了，哒哒哒，啪！我们拿个炮车就可以了啊！什么是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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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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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回我先按波浪剑，我看你往哪走。等会儿啊，马上到。这个峡谷先锋我要了，踩住，快跑。对对，勾引他们。炸呀！闪现！哎呀这！跑不了，他指定跳弹往下走来。我们尝试一波，我扎。溜了。人们呼唤着所有的力量，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哎，炸！哎呦，这没死啊！上路搜一波。不行。去下路跟 ADC 走两波啊。来打个龙。我们去单杀个。哎呦，减速，快走！这卡密人打人有点痛，咋这么疼呢？这打我好啊，疼啊！我居然干不过他，我这辅助也太失败了，居然打不过打野。飞一下中路啊，算了，要不别帮了吧，他中路不好帮啊。上路应该是来人了，我估计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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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一下，走位。嗯，再扎，逮住，再扎，木印触发，勾引一下，逮住，哒哒。哎，我这剑就这么猛啊！啊！纳尼？这蓝天也太弟弟了。没事，俺们家 ADC 好像无敌了。哦哟，利刃穿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我是真没想到这剑尖能猛成这个样子。
你这个万干腊八拿走，踩住扎，我上去会会这剑尖，怎么地呢？我看看这剑尖啊，他还无敌了呢。先扫一下，你是真不害怕呀？我一看呢，这是啊，你是真是啥也不怕呀？我这一瞅，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闪现，哦哦哦！你这可以，给你补个车。直接飞，踩住！哦哦哦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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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炸！哎，打造信好了，踩住走，给我挡一下。这蓝枪没人给挡吗？我抓 ，nice， 来个暗影扩建。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小龙，来来来，小龙可以打。我们先单杀一头 ADC 吧。啊？复仇即是寒冷，处理高山我并不需要。这波看看怎么回事？踩住，杀！我再扎，BGM 可以停，你们觉得要不要来点 BGM？ 我们吃口屎。哦哦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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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啊！我操，他打人真的好痛啊！他怎么会打我这么痛啊？哎，一个青钢影杀了八个人，67刀11敌，会拥有这种装备吗？他装备也太好了。他们家只推了一座塔，为什么他的装备能好成这个样子啊？二分钟两件套。我才两件套，你看我的战绩，我是7-3-5，哦，杀你们家 AD 两次，有的人净搁这扒瞎，人家这强攻加主宰跟我在这未来市场啊，跟我在这瞪俩眼珠子搁这瞎说，哎哎，能不能停下？能不能停下？先上 ADC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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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快跑！停不下来了，刚才给我吓完了。逃跑就会摔下悬崖。这就是木印厉害的地方，知道吧？这要是出点别的，这没隐身就死了。
你的印药呢？你要印药啊？那我给你放点吧，也行。对面应该翻不了盘，没啥能翻盘的英雄。逮住我！杀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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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倒杀的兰博呀！我的天哪！他老杀我干哈呢？还是有点退，你看，还是有点退。回上路吧，跟剑尖待一会儿。我到位了，他拆塔有点快啊。给我杀。你咋不打他呢？咻！哦哦哦！直接打了！大龙直接打了。哎，别让他抢了啊！把蓝打了，蓝打了。我要杀死五个你，直接火箭，我才不信呢！你们说啥我都不带信的。现在你们当我说话是放屁，我也当你们说话是放屁，我们就互相放屁。这怎么死的呀？这是，我都不带信的。好多闪现啊！接一下电话。小龙啊，哎呀，大米拉应该是没了，没事，这谁的传送剑尖儿的，哦哦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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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我扎，就是回防也没啥用是吧？对，提供不了任何帮助。踩扎，我死了，看你们的了，兄弟们。是吧？这是怎么打的团？我给你吃迷消炎药吧。嗯。
这团战是怎么打的呀？一波直接没了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点炎，我点炎也打不死人呐，但是我点炎确实没上啊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哦呦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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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漂亮 ，nice。啊，主要是 ADC 先死了，你知道吧？看还剩啥啊？剩个青钢影，剩个赵信，我去帮一手铁男。来，俺俩拆塔。你怎么这么削钢呢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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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别杀我了，杀铁男啊！漂亮，你要非得杀我，这不双杀了吗？这不杀我，是不是这波你们还能双杀？看看人家，那他一个，那他一个上单，我一个辅助，那能一样吗？我们属于服务行业，他属于老板，我得把他服务好了。你懂吗？他比我有钱，我得服务他。他上路吃那条些兵呢，他这不比我狠，对不对？我们死不死无所谓。